来来，坐下，坐下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。退圈那场戏，我记得当时我背过去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在想，我真的不行，就是整个感觉要告别这些观众的时候。告别自己的舞台的时候，就整个人就崩盘了，就控制不住了，就不能带上。所以演第一条的时候，导演说哭得很好，但是得往回收一收。就觉得莫倾城不能像，就那一刻我可能变真变台言辞了。